脚本是林景和导演他发想出来的。哇，他发想出来。当初那时候本来一开始他想到了一个，就是我跟依晨在那边，就是好像有超越时空，两个人在那边帅帅美美的。后来整个被我们推翻啦、啊，我的企划就说，这两位都是来自电视剧非常优秀的演员，你干嘛让他们没有机会表现演技呢？ 对，所以这一次，然后他回去又哇，修剧本，把这个剧本编了一个是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，是一个最佳的青梅竹马，但是是一个最差的情侣组合，这个 slogan。这还不错，最佳青梅的最差劲的情侣组合。嗯，这个 slogan 还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大家看 MV 有不同，我觉得 MV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，你每个人看他有不同的感觉，就像听歌，你不同的人听这个歌，你可能得到的那个感受也不一样。是，而且要跟大家讲，就是《不死心》这支 MV 有拍成了两个结局的版本，所以看到是这样。对，就要让所有的网友去票选，到底哪一个版本你比较喜欢？一个是凄美的，凄美；一个是有点 happy。但是我觉得很妙的是，我看了这两个版本，我自己都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。那你自己喜欢哪个版本？哎，这样子我假如讲的话，大家会不 会影响大家的投票？会影响大家。其实两个都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每个的影像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非常强烈，就是每一就是语带保留，又暗藏玄机，然后会很即使结局了，你都还很想知道这两个关系未来到底是怎么发展。这两个人在 MV 里面出现，就是会让人一直想看下去，一直想看下去，很好奇，很奇妙。我自己看完是有这种感觉。大家看看你们的感觉什么，也可以留言告诉郑元畅。对，欢迎大家就是上网来投。